小伙伴们，今天我给我自己的 MC 做了点手脚，所有的物品跳落通通翻倍。想知道我怎么做到吗？先来给可乐点个赞。点了又不告诉你。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掉？看了一眼说明书，这个翻倍掉落居然和等级挂钩的，也就是说零级掉零个，一级掉一个，二级掉四个，三级掉九个，四级可以学大招了。打了半天的小鱼，我终于升到一级了。大家知道升到一级就意味着什么吗？没有错，升到一级就意味着我们升到一级了。其实是升到一级，我们就可以正常的挖木头做工具啦。先把稿子做出来，然后开启快乐的挖矿模式。啊，成功升到二级，现在每次挖矿就会掉落四个。再升几级，我就可以去挖好多好多的钻。什么情况？不是说好的两级掉四个吗？这掉了多少个呀？电脑卡死了，完了，救命啊！兄弟们，非常遗憾。不影响电脑也炸了，对此我感到十分的悲伤，所以我直接把脏水泼到了裤子头上，然后顺手再把裤子的电脑也拿过来开了一个新的档案。大家说我做的对吗？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。喂，可乐，是不是你把不理解电脑弄坏了？他以为是我弄坏的，现在满大街要追杀我。我错了，裤子，我下次还敢。少废话，赶紧去跟不理解认错，不然我就完蛋了。不行呀，认完错完蛋的就是我啦。我会给你求情的。你可以告诉布林姐，电脑其实就是你弄坏的嘛。如果我去告诉布林姐，你知道了会阻止我吗？我会阻止你，那你会瞒着我偷偷去吗？我偷偷去，你会想尽办法盯着我吗？我想尽办法盯着你，你会找理由把我支开吗？我找理由支开你，你会装作看不出来吗？我会装作看不见。那你能把定位发给我吗？发了，你要我定位干嘛？布林姐，我知道裤子在哪了，快去揍他。纳尼，可乐，你算计我。好啦，没事啦，可以继续玩测试喽，小伙伴们。干掉两台电脑之后，我终于知道了要怎么避免这个 bug。 没有错，只要你紧紧地贴着自己想要挖的矿石，不让它以掉落物的形式出现在地面上，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。我一下子就挖到了这么多的钻石，然后把它们合成钻石块继续挖。发财了，发财了啊！挖完钻石美滋滋，再伸手挖点金矿。喂，阿阳哥哥，你电脑借我一下呗。